我同阿 Ali 就會峰回路轉啦，跟住就目不暇給，劇情砰砰聲。我諗再白啲講啊，充滿住愛啦，充滿住愛，咪就係咯。其實一直又中意佢，但又唔敢中意佢，佢變咗嗰啲叫摸下摸下。其實 Paris 係一個角色，係會你會睇住一路長大噶，即係後屘佢會開始，譬如佢發覺自己中意咗阿母，即係中意咗個老公。他知道明明是不可以的，那他怎樣 去令到老公喜歡自己呢？即他會做一些事情去很想改變自己的現狀。我記得有勾引他的，不過當然 Paris 有 Paris 的勾引方法，你說我穿那些性感衫啊，撩他，即在他最勾引我，是的，男人同一張床，床戲就不要說了。另外他有很多這些出肉戲啦，很多我未想過他有很多出肉戲，就是說是的，經常除了打扮好 sexy 之外咧，有好多人一睇到佢，佢沐浴啊，佢浸浴啦、啊，哎呀，我有，佢起身梳，佢有睇我全相啦，系啊，系因為戲裏邊，戲裏邊精彩啦，好精彩，系咯，我第一次，佢算佢真係淋曬咯，露全淋曬，真係淋濕曬啊，所以係啊，我係第一次真係露咗個背脊咯，成個背脊。因為係咯，即係提俾佢睇到全相咯嚇，咁尷唔尷尬嘅？即係雖然佢啫，唔尷尬，唔尷尬，觀眾都唔會尷尬。觀眾好開心啲，觀眾會尷尬就好啦，咁我就唔使睇人睇咯，係啊。